嗨嗨，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们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有很久不见吗？有啊，距离上一次我们的浪 K 好像超过一个月嘛，感觉超过一个月吗？刚不是有出现，我刚刚不是帮你调好？有了、欸，哎，有了，好。倒数 ，OK， 嗨嗨 ，OK，OK，Hello，Hello， 进来看浪 K 了，大家好，我们是 AKB48TP， 大家好，耶、yeah! ，我是主持人李佳丽栗子，我是主持人翁同行，我是大来宾陈思雅，自己说自己大来宾哎、欸，大来宾，好啊，最老的来宾，最没有，也没有啦，最可爱的来宾 ，OK。你知道我当初我要请思雅来浪 K 歌，我说，请问你哪天有空吗？因为他是大忙人，一天到晚有通告，还好，然后终于敲到，思雅终于来到浪 K 歌，没有，因为其实我考虑了很久，啊，到底要不要来？对，是因为唱歌，就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归类在就是很会唱歌的，你不是全能型偶像吗？还好还好，现在应该是艺人，差一点点，差一点，唱歌那一边比较偏弱一点。但还是会唱歌，因为你们两个不太会唱啦、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实就是主持人的就是的个功能，对功能，哎、哦欸，真的难得思雅是以来宾的身份，不是以主持人的身份来参加那个、啊、那个节目，尽量讲少一点话，很难，没关系、欸，我们讲多一点。我还跟那个姐姐说，会不会到时候到最后都是思雅在主 key， 然后变成我们两个变辅助？我什么都没看，我连 round down 都没看。OK 了，安娜可以交给我们。都没看，哎、欸，要不要讲一下抽奖规则吗？哦，对耶，好啦 ，Q 完了 ，Q 回去，然后可以闲聊一下。好啦，那我们一样按照惯例介绍一下我们游戏规则。第一个的抽奖活动，只要在今天的节目中送出偶像海报，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然后送的越多，机会越大。然后在我们会。15分钟的抽奖，所以会在58分的时候会抽出3个人，然后可以获得3人签名合照的相框。哇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思雅的签名合照相框，三个人都有，对，三个人都有。对，但你特别想要思雅的话，对，思雅这次来嘛，那你就要送出偶像海报就可以抽。最后机会，最后机会，对，最后机会，真的是最后哎、欸！送出越多个，中奖几率越大。没错。好的，那我们有第二个榜单的活动。那我们节目最后倒数1分钟解榜前三名，一样是前三名哦。那榜前三可以获得个人专属影片、哦、一样。今天礼物很特别、哦、很特别，这个叫以往的不一样，哎，就叫个人专属影片。他们就想说影片是指定任何一个影片要拍什么都可以吗？没有没有，毕竟是浪 K 嘛，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要唱歌，就是大家可以提出3首歌、嗯、然后你所指定的成员就会选择一首歌唱给你听哦。耶、yeah, ，那一样哦、欸欸，榜一可以先选，请大家不要指定煎熬这首歌，指定，反正他们有三个，我们可以不要选就好啊。其实，然后那时候选那个煎熬，煎熬，一定要你唱煎熬，然后不能重复。重複哦、OK， 歌曲的那个提供3首歌不能重复，但你可以给诗雅《向天堂的悬崖》提供煎熬大火，煎熬像是天堂的悬崖，全部都是。那你会收到一个很难听的。指定成员也不能重复，也是榜一开始先选嘛，依序选择对吧？榜一选，哎、欸，对啊，你的这个一直累卡卡的。今天是，不过我看到留言应该是很踊跃，是不是？今天应该是会爆掉、哦。怎么没有在动啊？稍等，不过我们有啦，他的有在动，你手机的问题了。对哎、欸，不过现在来讲的话，诗雅应该是以艺人身份来参加这个节目，还是 AKB48 的 team？ 没有，还没毕业哦，还没吗？对啊，哦、还没毕业吗？8月28号才会毕业哦，现在是几号呢？如此，还有10天啦，其实对，倒数10天。对，之后如果请你来，就要就是哎、欸，我们的就通告费可能会涨价，这样哎、欸，那也不错啊，就是身价提高。没有啦，你们请我当然是友情价给你们啊，对不对？太棒了，这么棒了吗？还是高，还是高。哎、欸，那既然你今天都来了，我们是不是要来一下？就是你从就是进来这个团体的开始。的第一首歌，对，哎、欸，但我看到一个问题，他说榜前三没有签名，是不是就没有了？只有影片，榜前三没有签名，可是影片中会跟你会说说一点话，会说你谁谁谁怎么样，谢谢你选了《煎熬》这首歌，接下来唱给你听，请耳朵准备好之类的，会先跟你讲一些话，然后才会进行我们的唱歌，对，才会进行我们的唱歌，对对对对，对，影片就没办法签名，怎么签啊？我也是可以。
帮你牵一下。我是可以帮你牵空气的，空中对，我可以帮你牵一下，你牵在影片上。对，好。那个、影片压我们的签名这样子。哦，对，这个制作上面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对 对, 對，我们要弄死姐姐一点，增加工作量，微困难，微困难，对，他叫你自己用、啊，自己弄吗？自己弄，好，我们列入考量，看一下，等一下怎么样，好不好 ？OK，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说歌名哦，然后我们可以，刚刚有讲吗？我没讲，没有，是啊，对, 对, 对，有给一点提示，那诗雅对于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情怀呢？情怀，因为这首歌我其实一直蛮想在演唱会上表演、但是碍于一些比较难，然后今天在这个地方小小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样。好，对，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是什么？要说吗？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我们直接放，我们直接放，可以。哦，再会吧。是平凡或伟大，到处走的风景有七倍的重量，渴望着我的人又得温暖肩膀，前方的道路会是什么模样，既然张开了翅膀，就算逆着风也要尽情翱翔。啊，再会吧。啊，哦，虾米拢唔惊。啊，再会吧。啊，哦，用心听。起点到了啦，手牵手的我们是大探险家，101在远方看见了吗？当我迷路要记得寻找他，他说你还能害怕，卡萨拉卡邦丘台北不是我的家，但希望从平地里出发。那个字幕有点太有趣了，它放大了一个，我有点忍不住。对，它放大了一个词，然后我们有点忍不住。大家应该有听出来，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对对对，微不一样，微不一样的地方。对，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们唱说会出事，对，会出事，黑画面。直接先跟大家承认了，不能，绝对不能唱错那里，所以唱，所以特别大字，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有点。
就是吓到了，有点字有点太大了，是戳到笑点。对，哎，你刚刚那个转音你没有炫到，你现在要不要再炫一次？我觉得没有办法，不行，因为你现在笑点有点打开，要不要什么塞拔塞拔？对。哎，我跟你们说，这里真的是聚集了现在目前 TP 的三代。对、啊、对，你看开颜、一期、二期，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老中青，对，在想这首歌的时候就，哇，这首歌就是我们在场的三位就代表了 TP 的三代，然后就觉得、好。好，就是蛮特别的，对，不一样的感觉。必须。其实今天啊，你先说，没关系，你讲。因为今天的歌单其实是嘉莉的，它有一个指定的主题。对，我就是诗雅的，诗雅的怀念金曲。对，怀念金曲，就从过去到现在。所以我们今天演唱的歌都是一些讲得出一些渊源的歌曲，对，有一点回忆的故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想看看大家有没有说对。哎、欸，对，我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笑的。你说，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反正呢，那时候他们就开这首歌，然后他们也没有讲说是谁唱的，这样、就向前走，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已经要团练了，就发现，哎、欸，为什么这首歌跟我想象中的用田用整牙不太一样？因为你练到林强前辈，我练到林强前辈的用整牙，好像说我台语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想到他们就是准备的是 Team TP 的啊、对 ，Team TP 的，对对对，对，所以从 Team TP 出发，对 Team TP， 就那天就开天窗，对他那天开天窗，但还好他后来有练回来，对，练回来，而且练蛮快的，很棒，好好笑、啊。哎、欸，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当初我是有参与录制的人，然后我唱的 part 是跟就是之前录制的 part 是一样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歌声有变得比较成熟了一点呢，没有之前当初青涩的样子。哎，你当初是那一 part 是跟你妹妹一起唱吗？对。哎呦，101在远方看见。我记得还记得那时候你们就是偏青春。对，有点太青春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还跟他说，你一定要就是这样101，然后要这样，要那些动作很多。然后我现在看我真的是后悔，真的蛮多的。哎，好啦，那诗雅就是。这一下一首是我给你的，对他要你要求我要求的，但我听到歌名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对、啊，来你讲讲这个渊源。因为那时候嘉莉就问我说：“哎、欸，你甄选的时候表演了什么歌？”台言甄选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表演的其实是《Naki Nagara Hoho Ende》，对。然后听完我脸都绿了。然后嘉莉接下来就说还要唱，我说 OK 好啊，那最难的那一 part 给你。然后我那时候还说了一句：“到底有谁甄选会选这首？”我、啊。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就蛮喜欢这首歌的。对，其实应该是因为有点久以前，我也有点忘记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可能很喜欢那个大岛优。对对对，应该是蛮喜欢的。好，那你准备好了吗？我开个场。有不可怕的，你知道吗？真的蛮可怕的哦。好，如果破音，大家不要笑我。好、哦，好，接下来请听《Naki Nagara Hoho Ende》。した。さよならを手のひらで包んでくれた。優しさが脈を打って暖かく。
くに小さくなる思い出の近くにいた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偶像海报跟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怎么样？你在旁边听有什么感觉？我想说，你们的高音就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一个。不要说，真的，真的是。哎，你真的是比练习都还好哎。比赛型选手，比赛型选手就是需要人逼啦。对，需要那种观众压力在。哎，我跟你们说，我练习每次都破音，还好我这次没有破音。所以我们刚刚内心都很帮你激动。有啦，有过有过。哎，那下一首歌虽然是我跟诗雅的故事，但是是由诗雅跟嗡嗡来唱。哎，对耶，怎么办呢？因为我跟嗡嗡的故事太少了。哎，对啊，没关系，等下你们偏少，对少对 对, 对，没关系，等下你们唱，我在旁边跳。哎，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还可以耶，刚好我们就有参与感。你还记得怎么跳吗？我还记得。但我这首歌要先讲一下歌名，这首歌叫《日不落》。对，我跟诗雅第一次在大舞台上表演的歌。对，對好，一起听。好，日不落。听不到声音，有点。无赖的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偷偷的放晴。知道你想英勇的亲卫军，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天真心把世界走遍。你这是晴天，你这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始终是走了又停，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天
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陪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紧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哎，你刚好跳吗？有，我有跳。哎，我都还记得，哎，我好棒。你真的蛮厉害的。对，他是舞蹈担当。对，他是舞蹈担当。对，会跳，会跳，真的。OK， 悠悠好很多，谢谢，谢谢。回忆的部分，对，回忆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的下一首就是。这下一首有什么回忆吗？哎，没有回忆，就是没有算是毕业歌的概念，对，送给你的毕业歌，对，没错没错。就是回忆我们的过往嘛。对，这首歌我们要讲吗？可以啊，可以可以讲吗？这首歌是什么？那些年。那你是沈佳宜，我们就是你的柯景腾。柯景腾，我刚刚想讲柯震东啊，突然有点出戏。那我们刚拿原子笔这样边唱边说这样。大笨蛋那个。等一下我由例子来讲这一段，还是我帮你找那个，然后你在中间的时候帮我们喊那一段，可以耶，拒绝。等一下你可以喊，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我看一下有没有 feel， 我看一下。好好，没问题，我们随时接招。OK OK， 那我们请听《那些年》。
快乐啦，要快乐。对啊，你看他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我现在是，对对 ，Oh my God， 益生菌的专属火箭，谢谢我，谢谢益生菌，谢谢你的火箭，你是西亚的大笨蛋。哎，大笨蛋好歹是那个沈佳宜对那个柯景腾，不要再柯景腾，柯景腾，所以大家都是柯景腾。哇，这么好哦。那你的背应该会满满的蓝点哦，每个人就要搓一下，点爆。对，来谢谢火箭，谢谢。謝謝哦，哇，没想到刚刚收到一只火箭。对啊，对，还是大家喜欢被喊大笨蛋这样。对，可能要多喊几次，然后就多几只。大笨蛋，大笨蛋。按钮，新的方法。对，哎、欸，那下一首又是我跟。下一首之前，我们现在再来那个宣传一下游戏。第一个的抽奖活动，今天只要在节目中送出偶像海报，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然后送的越多，机会越大。然后58分的时候会抽出三个，然后会送我们的五十八，对，我们延三分钟。对，58分的时候会抽出三个人，然后会获得我们的。三人签名合照相框，耶、yeah, ！那我们还有第二个榜单活动哦。那节目倒数最后一分钟，解榜前三名，榜前三呢可以获得个人专属影片。那不知道个人专属影片的时候，这边再跟你说一次，是你们可以选择三首歌，那指定的成员就是你会指定那个成员帮你唱。那你可以选，就是我们会选一首歌唱给你，就是从你刚刚提供的三首歌里面。那当然是榜一先选，再来榜二、榜三选成员，不能指定成员哦，也不能全部都是煎熬哦，不行，就不能三首一样的。对，要不一样的。对，然后也不要帮诗雅指定《上天堂的悬崖》《大火跟煎熬》。哎，我们给你简单简单一点的，没有，我们给你一个就是对啊，给你一个歌单的。对 对, 對，希望可以指定煎熬给汪同学唱。哎，就不要，我不会选他的，不好意思，我很期待，绝对不会选那个三首超难。对。让汪同学展现他的实力。先不要，觉得破音厉害。OK， 好了，那诗雅，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故事，又是我们的回忆了。对，这首歌是那女孩对我说，是我们在某一次节目上一起合唱的，然后 Mina 帮我们弹吉他，对对对，我们两个合唱。哦、其实我们回忆好像蛮多的。对啊，真好，默默的很棒。哎，别太默默的那个身旁都有你。对啊，怎么太晚进来了、欸？没关系，你可以跟我共唱回忆。你可以跟我共唱回忆，没关系，我们刚刚有了那些年的回忆。对啦、啊，但是才唱完你就要毕业了，真的是。对，人生就是这样。对啊，没关系，我们未来还是可以有更多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对，因为我还在，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哦啊，也是也是。小雪，那么接下来请听那女孩对我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同。
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耶，前一阵子在诗雅毕业演唱会前，他突然找出了我们当初练习的时候的影片，然后传给我，然后想说哇，真的是好久以前的事，很怀念，很怀念，真的很怀念，就是有点青涩的，我们连歌声都是青涩的。我们那时候好像是练习给那个要传给工作人员，对，工作人员看，然后那个猫牌那边那女孩对我说，他在根本不干他的事，他还在那边对嘴，他在唱很开心。对，那诗雅唱了这么多首，会不会口渴？要不要喝点水？对，我觉得蛮需要的。哦，好啊，哎，接下来换你们唱了吗？哦，没有，没有，没有，下一首的歌还是你多了，可多了，那么多啊！所以先喝口水，喝口水。先说一下跟当初讲好的不一样。当初是跟那个跟诗雅说大概四五首，然后没有，他大概那个全部大概要唱个八九首嘛，全部都有他，基本上没有啦，还是有休息一下。对啦，但是还不轮到你休息。而且你们怎么都站着？我这样坐着很不好意思。这样身高比较友善啊，是因为高度的部分。对对对，我们刚好。好。OK， 好，我想说我也可以站着哦，没关系。这也不用啦，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山这样子。对 ，OK， 好。那下一首其实我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在练下一首的时候，气氛非常愉悦，对，你有非常开心。气氛吗？什么气氛啊？不要了，不要了，那首要来了，不要，先不要，对，我要先拖个时间，好不好？那首歌真的是有一点太刁难我了，所以我决定的嘛。你想要拖时间，不想面对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刚刚的游戏规则吧。好，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抽奖活动，你只要送出偶像海报，然后送出一个就有一次机会，送的越多机会越大，然后我们会在58分的时候抽三个人，就是它上面有个那个抽奖活动的那个标示那边，然后会抽三个人，然后会抽出三人的合照签名相框。 Yes， 耶、yeah. 那我们第二个榜单活动呢，就是节目倒数截止就是一分钟前嘛，会截榜前三，那可以获得我们的个人专属影片。 Yes， 对，那影片其实内容有点小复杂，我再重新解释一次，就是呢粉丝可以开三首歌，就是不用从今天的歌单里选的，然后成员会从粉丝开的三首里面去选一首歌唱给你听，当然那个成员就是你，就是有榜一先选，然后再榜二榜三，不能重复，不能重复成员，不能重复歌曲，安呢 OK 哈 OK OK OK， 我很期待这一首，是诗雅特别指定给我唱，不 OK 不 OK OK 非常 OK， 我好期待哦。这首歌每次我们在练习都笑到爆，真的完全没办法认真唱歌，我好期待哦。当时就是叫诗雅全开，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首歌不是我开，这首歌李佳丽开的吧？不是我，你是我开的，是你开的哦，你开的。你说你想要听那个翁同学唱的小情歌，因为这首歌最近就翻红，蛮红，对，就很红，所以我想说。好像可以，就是唱唱看，我们要跟一下流行这样子。对，你准备好？现在可以换歌吗？不行，没办法哦，好期待、啊。你已经上了，你已经来这里了。我要误入贼船，这是我才是吧？误入贼船。不会，你是全能的全能歌手，并没有。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们从现在开始。来哦，下歌哦，汪老师一起下歌，一二三，下歌，爱你。诗雅 baby， what's wrong with you？ 诗雅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miss all the time。 哎哎哎哎，耶耶耶耶 ，now now，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三点 ，hot you hot you，let me sing，let me sing the song， 陪你入睡。Yo yo，what is love？ 啊哈，我没有在听哦。Yo。Yo， 你要什么都 say no， 诗雅不让你毕业的 Yo。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你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就是我常伴着你啊。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世界是一座城堡，在他的电话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赖着你。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一点又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烟、这首歌好闹，这首歌好闹，不行，不甘情不愿。哎，你的 rap 我好喜欢啊，就是那个 rap 太棒。那边比较就是自然一些。又又又是啊 ，baby， 你是 freestyle 哎、欸，你超级即兴发挥 freestyle 哎、欸，超好笑。而且每一次他唱都不一样，对，超强的。我们在练习，他只要唱一次那个 rap， 我们就笑一次。对，每次都要克服那个困难。对，是想笑的。但我还是想要表扬一下翁同学，因为就是他，我就是姐姐问我要唱什么歌，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想唱什么歌？然后翁同学就回说，只要你开的歌我都唱。我突然有点后悔这样子没有表扬我吧？因为他好像有说一个背句是不要小甜歌啊，有吗？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上是写着我不要小甜歌，不要给我小甜歌。可是你的反差有够大，对、啊，就是你们的又又又啊 ，baby， 情话多说一点。你要很厉害耶，反转角色。就是、为了你才这样，是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啊、可以可以 ，OK， 但是有心甘情愿了。应该，所以翁同学平常都不唱这种歌，他都不要，就小甜歌，他就。嗯，我不要唱小甜歌，那不舒服嘞。为什么？不是我的 style， 你想我这样唱小甜歌可以听吗？让我心甘情愿。可以啊，可以啊，大家都觉得 OK。你看，他大概说可以。没有没有没有看到哦，你视力这么好。我很喜欢听那个嗡嗡唱小甜歌哎。对啊，你的声音明明就很甜。其实我们可以停止这个话题了。他不想聊了，他不想聊了。他怕他以后就会有一定要唱小甜歌的压力。对，大家那个果然翁们可以多多许愿。对、啊，好，下一首歌反差也太大。对，这首歌蛮棒的，其实真的。这首是五月天的，又变 man 了这样子。对，我们要送给我，是又送给我。对，我们其实是想跟你干杯。这时间会不会太早？太早了，等一下还要让你动起来。对哦。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拥有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如果说要我宣传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了那滴眼泪，那冰冷的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有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气可不可气，可是多怀念。无论如此突然怀念不谈条件，但回忆冲破考卷，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怎么办？这就是还在游泳，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固执的拥有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归隐两日天。和你再干一杯。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迟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杯一样的甜，和你再干一杯。终究会有一天，我们都变成昨天，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人间。有一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有一天，说出一直每首对你的感谢，和你再干一杯，再一杯的永远，喝了就能万岁。岁岁可年年，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怀念的人啊，和你的来到，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怀念的人啊，和你的来到。蛮难过的一首歌，对，都被我们唱的蛮欢乐的。对，就是 还好，刚刚前面有就是有，对，有，不然真的会难，这个情绪会往下走。对，要不然你再念一次的 rap。有 Cindy Baby 吗？Shia Baby， 哟，重乐一下前面 ，Give me your love， 不要毕业，谢谢 ，Love。然后下一首是诗雅选的歌，对，我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选这首？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就是三个那个年代，三个女生合唱的歌，这首歌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嗯，真的很红，真的，对不对，文文？对对对。然后结果我选了之后，才发现李佳琦竟然没听过，因为我跟他们不完全没听过。差蛮多的，就是那个，然后经纪姐姐就是跟他们说，哦，三人好，三人好，选三人，然后他们说这是什么歌？哎，杀人真的是个蛮，就我真的没有听过，他是三个很会唱的女生，嗯，对对对，郭敬明、张韶涵一起唱，然后就只有我啊。所以他练这首歌练得很辛苦，因为这首歌会一直叠来叠去，叠来叠去，叠来叠去。只有我是零零后哎，欸，你不是哦，喔，零零哎，对，你是零零后哎，欸，你是吗？我跟你差不多，其实对啊，你跟我差不多，所以你才会听过这首歌，啊。这首对啊，那个只要是我觉得零零前的应该都听过，那 KTV 一定会点。对啊，不然他们都在流行什么？你们都在流行什么？你们三个人有名的歌好像也没有，对不对？没有，现在好像不流行合唱。哎，对啊，所以希望就现在都流行那个单独收获。对对对，现在不流行合唱，所以希望等一下这首歌不会让大家想杀人。我们再掀起一波流行，不要想杀人，对，不要想杀人。啊，我每次都开玩笑说李佳丽唱这首歌想杀人。对，没错，杀人有一点，因为啊，好难哦。对。
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两个朋友能开心的直说，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可以安慰你的失落，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有你染上新的幽默，新的幽默，也因为有你世界变得轻松，变得轻松，我们能相遇非常难得，所以尽情大声唱歌，分享每一分钟，我们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我们是真心的朋友，就算有风吹不走我们的，吹不走我们的感动，真的希望你能够永远快乐，你懂我，你懂我，不用说，不用说，只想看见彼此的笑容。今天之前我每天都在听三，有那个李彩杰有说你一天到晚在放这首歌，没有，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很紧张。对，没事，你要学会一首歌了。谢谢诗雅，上次也是因为你，我学会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哦、真的，真的，好烦哦！你有听过一二三木头人 ？S H E， 不是啦，不是那个。哎，等一下，等一下，哎，这一二三木头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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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首可以啦，对不起 ，S H E， 对不起，不是你们。对不起，搞错了。姐姐给你一个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对、欸，所以我跟汪汪的年代是比较接近。对，我们比较哎，那时候是 baby 吧，可能还在爬。对，他零零后啊。啊、哦，对啦，对对对。哎、欸，那接下来这首是 AKB 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哦，对，这首歌也是我选的。对，哎、欸，是吗？对，是你是、哦、对我选的。Sakura ni kimi ra o，这首歌就是哦 ，Sakura no kimi。这首歌是一首我很喜欢、很想唱的一首歌。对。
对，为何？其实它非常好听啊，对，很好听，也是很经典的，也是算是 AKB 毕业一个蛮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对，应该是樱花代表，对对对对对。今天是毕业歌合集耶，很棒，就是现在差台语了，有没有台语的提供一下？台语有什么毕业歌啊？中哎、欸，有日文没有台语，这说得过去吗？欸、台语有在唱关于毕业的事吗？哎、欸，堆堆堆堆丢你的心堆，哎、欸、是啊，不是啊，追着你跑啊，对不对？好，征求大家，征求大家，征求大家那个台语的毕业歌，跟毕业有关的歌，对对对。好啦，那我们就来听一下《Sakura no Ki ni Naru》。抽奖剩三分钟哦，唱完就抽奖，大家把握机会送。春色の空の下を、君は一人で歩き始めるんだ。いつか見た夢のように。描いてきた長い道、制服と過ぎた日々を今日の思い出にしまい込んで、新しく生まれ変わるその背中を見守ってる。不安そうに振り向く君が無理に微笑んだ時、頬に落ちた涙は大人になるためのピリオド。僕はここから動かないよ。もし君が心の道に迷っても愛の場所がわかるように立っている。出して桜が咲く季節に僕のことを一本の木を永遠の桜の木になろう。そう僕はここから動かないよ。もし君が好快哦，真的，一个小时真的每次都觉得不够。恭喜阿 k i l a 落日一笑吐司中奖，恭喜！谢谢不让不要说的宠物小火箭，谢谢宠物小火箭，谢谢。还有几首歌？还有两首歌。OK， 好，最后一首歌，好。好好，那接下来这首歌，诗雅自己来介绍一下吧。压力很大哦，是别的地方首唱哦，献给浪 K 歌哦。这是我们我的毕业歌曲，
也是六单的附录曲。你要不要喝个水？我喝个水。哦、我们唱完这首歌，然后会进行解绑倒数一分钟，两分钟，一分两分，倒数一分钟，然后大家不要当压线仔哦，不要当压线仔哦，要提早哦，不要当压线仔哦。对，然后我们就会公布榜前三，对， yeah. 然后接下来就会再进行最后的一首歌曲，对。好，是啊，可以继续你的介绍。哦，我介绍我差不多啦、啊。好，有点紧张啦，真的，首唱哦。先叹气，好，叹气，不要叹气。这首是你的就是主题曲耶，是吗？对，是最就是哎、欸，那天真的唱得非常好，必须讲，就是很稳定。你不要有压力，有没有称赞一下？你每唱一次，大家都会哭一次，真的假的？真的，那你等一下会哭吗？应该不会吧？等一下你们也要唱，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三个人，对，要好好唱，好，可以的。那给你 Q 吧，来一起听我的毕业歌曲《梦之河》。这是什么角落？抬起头仰望着渴求的那枚心动，不太懂究竟什么时候，就这么一个人和大家走丢。别惶恐，任何曲折颠簸，不能说即将自此分手。一直等，一直等，好让我们人如昨，依旧陪伴你左右。只河上漂流，小船荡漾着渔火，黎明前悄然靠岸停泊，灯光朦胧。展开了探索，踏出未知的辽阔，那是难顾的梦。在微弱侧耳仔细感受，或许就能够听见风笔端的寄托。无论多艰辛，痛苦脆弱，肯定有谁总是默默温暖守候。灰蒙蒙浓雾闪烁之中，第一抹照亮路的灯火。相信我，相信我，能穿透黑夜的尽头，目标的拂晓战说。石河上漂流，小船缓缓地晃动，渐行渐远模糊了轮廓，强热颤抖，不安地焦灼，看着你背影抹，勇气在我胸口翻涌，挥别不舍纠结，清晨中再见。就像约彼此重逢的那一天，寂寞无声蔓延，擦干泪，背起笑脸，让我好好送你这一回。那只河上漂流，小船荡漾着渔火，黎明前悄然靠岸停泊，灯光朦胧，由我来破风，踏出未知的辽阔，向前走，带着执着，风之河潺潺流，从过去朝我掠过，转眼又匆匆奔往以后。每个人通透抓牢希望的船舵，不放手，努力划
首唱哦。哎，是不是要倒数计时？对，要倒数计时。要不要先倒数？我们可以先开始倒数。解绑一分钟，这样子。这首歌不管听几次，就是心情都是当初在舞台上送走谁呀、啊？对，你们那时候练习有说对不对？就是我唱一唱就感觉哎、欸，好像在演唱会。真的，对啊。我们先开始一分钟的计时，开始计时一分钟开始喽。那诗雅来讲一下今天的心得吧。今天心得还是练习，跟我们练习有什么火花想分享？就很开心啦，就是毕竟我其实因为我对我自己唱歌没有到那么有自信，所以很少有这种机会可以一直唱歌这样。然后毕业前有这机会可以跟两位合作，蛮开心的。虽然说是李佳怡有点。强逼我来，哈哈，强迫。对，我就说，是啊，不管怎样，你在毕业前你一定要来一次浪 K。对，然后想说，好，那就来唱一次《梦之河》好了，因为《梦之河》就黑掉了，因为《梦之河》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唱它嘛，因为毕竟是毕业歌曲，我就要毕业了，对，可能没唱几次，我就想说，《梦之河》蛮适合来浪 K 歌这种地方，就是唱一下，展现一下，对，所以。主要是为了梦之河，梦之河吗？我本来是想说，对，就是想来唱梦之河，然后结果殊不知我就不小心唱那么多首歌。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在毕业前，然后跟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回忆，然后也上了浪 K 歌，对，觉得很棒。而且谢谢诗雅，到了，哇，好紧张哦。好，那我们要按榜喽，按榜，等一下，好难念哦，按榜。最后面是那个 The Puzzle 的365天纸飞机日文版的。第三名是落日一笑笑，恭喜恭喜。第二名是每天补档补到吐，恭喜。哎，今天有跟到，不用补了。对，第一名是益生菌，恭喜。来，先来指定开歌，指定跟开歌。但他们感觉是不是要先想？他们有想法了吗？对啊，这样马上有就蛮厉害的。你们有想法了？等一下八点啊！你说观众都在这是不是？哦，居然吗？大家等一下记得去动起来。我们结束之后记得去八点有让你动起来。今天来宾是今天是谁？柏林跟梦纯。柏林跟梦纯。哦，对，他们是两位运动很认真运动的两位。听完歌就可以减脂一下。好，我们你们想一下，对，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也是很神奇，很神奇的突然的、啊，对，想说哎、欸，有机会可以唱了，不然平常也是没什么机会可以唱到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期待的、哦，真的，他们应该有点头绪了，其实有头绪吗？就是你确定吗？对啊，因为跟毕业有关，跟你有关的，大家觉得是什么歌呢？已经唱完，你们可以猜猜看，已经到啊，刚猜歌游戏，刚刚已经偷放了三秒，对啊，猜歌游戏哦，有。哎、欸，你看、欸，我们今天穿绿草地啊，刚好。有人说绿草地、欸，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也是那一天我们穿的。啊，有猜到了，天哪！好了，答案好像分成两批，一边是绿草地，一边是勾纳。对啦，今天少绿草地，是不是？等一下，要来一个深唱。你真的有梦你？是这个是浪 K 歌的最后回忆，画下完美的句点。对，先唱勾纳。对，先唱勾纳。好，那么接下来请听勾纳。下个目标的列车就即将启动，夕阳照射的窗口倒映着你的温柔，收拾好一切行囊的你在想什么，想破了头还是没一个结果。我知道你就即将要离别，可我就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在未来你能飞更远，即使不舍还是必须说再见。勇敢的向前冲，就别再回过头，就算有再多大雨打在你的面孔，要知道都在你的身后，就放心遨游，让眼神接地球闪烁。So baby can we go， 那前方辽远星空，当樱花飘落就不该回首，冲破那框架别限制想象，一切会辉煌，带上他们的 I go now。都是经过，独自在座位上的你是否有些落寞？一起在多少泥泞摔落，你说的悔过，眼眸藏有世界的宽阔。颠簸到不成为最没意义，能遇见你就是最大的奇迹。以为能永远躺在绿草地，以为可以永远唱着我爱你，我真的想。
的伤好，就放心遨游，让眼神坚定且闪烁。多那街坊鸟语，当樱花飘落就不该回首，不那框架别现实想象，一切会辉煌，带上他们的爱够那誓言就像相冲，就别再回过头，谢谢你一直用尽全力呵护着梦，要知道都在你的身后，就放心遨游，让眼神坚定却闪烁。那街坊鸟语，当樱花飘落就不该回头，放声歌唱，直到世界尽头，盛开的花朵带上他们的爱 ，Go now！ 诗雅毕业快乐！哇！再还原，还原那个 ，Enjoy！ 现在我们一起 Enjoy， 一二三 ，Enjoy！OK，、okay, 好。哎，那这个大家有想法了吗？大家有没有想法？先一首歌的时间，榜一哦，居然有了吗？益生菌，请问你啊，指定谁？指定诗雅，指定谁吧？指定康雅呀，唱煎熬。不接，要开三首歌，要开三首歌，不要浪费你的机会哦。益生菌在吗？下面补档那个跟那个，哎，第三名那个。若日一笑笑也要准备哦，选诗雅什么都可以，对啊，就开三首歌曲，对，开三首歌曲。煎熬就有一，你可能刷一个难听的音乐，他也不会选煎熬，什么歌都可以哦。那我们先同时来问补档补到吐要选谁好了 ，OK， 补档补到吐要选谁？要选谁？哎、欸，这样给他们压力，这样好了。我还是要，你说还是你，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来唱个绿洲恋？哎、欸，一直想要他唱，加码你唱啊，加码。哎、欸，这是你的歌，我想听你唱，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唱。好，来啊，一人一句，一人一句，一人一句，然后给你 cue。啥？你只要谁就要唱。哈，我才不要。那我就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我突然想到，会不会他要点绿草地？是他有这样子，那也不错。大家刚刚都在敲碗戏啊，是绿草地身上。对呀、啊，有答案了吗？有没有答案？有益生菌的想要什么歌？跟补档补到吐要选，指定谁来唱？哦，对了，趁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我们今天的 BGM 是 The Puzzles 的365天的纸飞机的日文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快嘴快嘴，叭叭叭，可以去那个我们 AKB48 听。还有白兔，我知道，哎，可以可以啊，我知道啊，不行，下一场，现在不行，啊，对，是放送。OK OK， 我知道了，我知道 ，OK OK， 好。然后接下来是不当不当兔，不当兔，你要选谁？选谁？啊、你继续工商啊！哦，对，然后就是可以到那个我们 AKB48 Team TV 的官方 YouTube 收看我们的那个 MV， 那个 Majeska Rock and Roll 的 MV， 这是它的那个其他附录啊。我们的主打是 Majeska，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歌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官方商城买我们的 USB 哦，耶、yeah! 欸！哎，他要栗子，他要栗子，你自己挑，他说你自己挑，我自己挑吗？对对，这么好，好那笑笑笑笑要选嗡嗡唱什么歌？ Okay, okay.我刚刚一度以为不当不当兔去运动，就是让你动起来。他说他可能去运动了，对对对。不然会不当不当。他现在可能一边在运动，一边在想要唱什么歌。对对对，有够奇怪。哎，穿什么？王心凌啊！你好棒哦，穿什么王心凌？你开玩笑吗？你一定要选，反正重点就是你一定要选一首王心凌。我连王心凌有什么歌我都不晓得，天哪！你等一下去听一下，有几首还不错啦。那个笑笑那个影片给你之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好，我们总结，我是益生菌，然后我白兔的我知道，然后我是不当不当兔，然后我是自己选，对，哦，哎，他死了都要爱，好啦，死了都要爱，好哎、欸，三首，你要再开两首，你要再开两首，哎、欸，一旦你现在要开始指定，你就必须要开三首，这样是吗？对，你指定你就要开三首给我选，太可怕了。若丽莎要选了，他选什么？On My Way 哦，怎么啦？有你会的歌吗？
我跟王心真不熟哎、欸，我连爱你都是最近才听的、欸 okay。 好，那他就这三首嘛，他等一下回去看选一首，对不对？认真的、哦，你没有记下来哈？不是小甜哦，好啦，可以啦 ，OK 啦，好 OK， 给你过。什么态度？给你过，给你过。好、哦，那例子是什么？死了都要爱，火烧的寂寞歌。那不是。哦，那不是，哎、欸。死了都要爱信乐团的，你会吗？你会，我可以唱一次给你听。我会，但是说太难了。我想说有没有其他那个两个选项？他要再两个选项啦，再两个选项。你唱个睫毛弯弯，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发誓的嘴别说眼神死，不能是眼神死，有吗？有吗？好运来啊，好运来啊！没有，恭喜你发财。有出现了吗？两首，其他两首自己挑。OK OK， 好，好啦，人对你仁慈啦。OK， 那么的浪 K 歌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嗯。然后接下来，等一下去那个浪你动起来的官方账号，有我们的成员在现在已经在动了，已经在动了，正在对，正在动了，他们正在健身了，可以转台这样子，可以送出那个肌耐力相关礼物，帮他们冲一下加油，累积肌耐力耶。他们也很谢谢诗雅今天来到这里，谢谢邀请，谢谢邀请，是不是很想继续上？诗雅，我想要你继续这个节目，节目吧，我也精彩。好，那我们可以下播了。到底是多想要逃掉？对啊，好啦，今天很棒，很开心，谢谢大家。诗雅要不要宣传一下自己的 IG？ 我的 IG 是 CHEN1234， 然后 YA， 就这样。已经没有后面了，对对对，没有后面了，没有后面的，这样比较好记啦，对啦，就比较短，偏短，偏短，大家可以追踪。祝诗雅未来的心路会一路顺遂，一定会，一定会。欢迎眼睛眨眨，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官方的 IG、Facebook， 跟如果有更多活动的话，可以上官方官网查询哦。耶耶！然后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浪 K 歌，我们下个月见啦，大家拜拜！转去动起来，去动起来，来隔壁，谢谢。